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。今天是2022年1月17号，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孙立军。孙立军我已经聊过一期了，但是这两天好像央视在放一个什么纪录片啊，涉及到这些腐败官员的这个电视认罪。这个纪录片呢，我在这里面就不放了，我单独会放出来，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它看完，其实挺有意思的。我谈一谈我本人看这个纪录片之后的一些感想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首先一个啊，这个当初孙立军被立案调查的时候啊，那个新华社的通稿写的是非常这个严厉的，对吧？非常罕见，给人感觉就是孙立军这个人罪大恶极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就这么个感觉啊。我记得当时那个通报里面还用了很多这个词儿啊，都没见过的，独一份儿啊，什么什么结伙造势等等啊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总之很吓人。耳目一新啊！但是把这个电视认罪看完之后，发现哎没那么严重，甚至看完之后感觉不到一些愤怒，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。按逻辑啊，按常理，这个新华社的通稿啊写的那么严厉，造了那么多新词儿出来，那个通稿还不是新华社自己编的啊，它应该是采用了对吧？这个专案组的一些说法，那专案组的那个稿子从哪儿来的呢？那也不是专案组自己编的，对吧？一般的来说啊，是一个这个，比如说中纪委或者是叫国家监委啊，他们办孙立军这个案子的时候，肯定有组长，对吧？副组长下面也干活的，下面还有最小的就是公务员这么一个组，估计人不少，办案子。但具体落实到这个纸上书面的报告，谁去起草撰写这个报告的人，一般的可能都是个小头目啊，怎么是这处级干部，他正落笔。起草像孙立军这样的案子，不会让一个小的，就是干来的或者是什么公务员、科员让他起草，那是不会的。一般的都是这个里面的什么副主任呢，对吧？小组的副组长，甚至是个笔杆子去写这个报告起草。那么他起草这报告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自己深造这些词儿，他不可能自己拍脑袋写的。一般的啊，他都是比照跟孙立军同等级别的啊这种正部级的。这种这个落马腐败分子，他们的通报是怎么写的，对吧？他会参照，然后呢，再结合一些最新出来的最高指示这些词儿啊，套一套，把这个整个的通稿写出来。他不可能自己拍脑门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，对吧？那往上报，领导又通不过啊，再往上什么处长或者主任，再往上甚至到最高，他都一层一层要批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第一个撰写这个稿子的这个人啊，不会自己瞎编。但是呢，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孙立军这个案子，对吧？是谁要办的？肯定是什么？肯定是有人发起，写了个报告。这谁发起的？我不知道。这个人写了个报告，一层一层往上递。那写报告的这个人，就发起的人，肯定比孙立军啊级别高或者差不多啊，往中央打报告嘛。那这个报告里面是不是写了这些词儿？到了中央，到了最高领导那儿批示。对不对？要办批示的词儿有多有少，有的可能就是严加什么惩办或者严加查处等等啊，有的可能会写上一段话批示下去了。那这个最后成立专案组，那这个最高指示批示就到了专案组，那个专案组写结论或者写这个通稿的时候啊，他也会引用这些批示，这样不犯错误啊，对吧？反正这词儿都不是我造的，我都是都有来路的。那么这个新华社一个通稿，那么这么一个调查结论或者一个稿子，啊就出来了，层层去报，层层批，层层改，对吧？最后定稿，最后新华社就照这个稿子去发，采用。所以这个通稿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些词汇怎么出来的，大家就不难想象了。但是电视认罪的时候呢，这些词汇又没有了啊，感觉这个一下这个罪行就轻了好几啊，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。那背后什么原因呢？不清楚，大家去想象吧。第二个，我说的这个电视认罪啊，这个手段啊，这个电视认罪啊，这几年啊，反正一直比较常见，对吧？是个应该是一个叫什么电视认罪前面啊，叫人人平等啊，上至周永康正国级的啊，中到什么这些部级，下到贩夫走卒啊，就这些被城管抓住的菜贩子、老头老太太，也有上电视认罪的，对吧？这个屡见不鲜啊，还有这个那个嫖娼的。掀班子上电视认罪，对吧？所以电视认罪啊，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手段，而且
还真人人平等都有。这个电视认罪的起源在哪儿？不用往前说，就是咱们建国以后啊，毛主席是最喜欢用这一招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电视不发达，所以不叫电视认罪，叫什么？就是你有问题，你写检讨，检讨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，啊，怎么叫过关啊？就是说你检讨交到主席这儿，主席看可以了，你这就过关了；不可以，不行，打回去重写，甚至不给你打，你自己接着写，对吧？一遍一遍的写，写到认为你可以了啊，你对自己的罪行啊，这个认识深刻啊，对自己的灵魂进行重新的教育，对吧？再教育，彻底悔过自新。好，这个你的认罪书、悔过书，或者是对吧？等等，到了主席这儿通过了，就放在这儿。然后呢，重要的啊，你还是同志啊，这个还是革命战友，那你这个认罪书呢，就放到保险柜里锁上啊，只有主席一个人能看。哎，等到哪天看你不顺眼了，再把这个发出去。那你对吧？什么时候不顺眼，这不知道。所以交了这个认罪书的都是惴惴不安的。等到你不是革命同志了，犯了错误了，要批判，发到中央委员一级，把你这个悔过书啊，你看是你自己承认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对自己进行灵魂的这个拷问啊，你自己认为自己这个已经忘了初心等等啊，对吧？修正主义，好，发到这个中央委员一级啊，彻底要打倒的，那就发到县团级。哎，把你这个认罪书啊发到县团级，就意味着你啊彻底被打倒了，要踏上一万只脚啊，永世不得翻身啊，就这么几个过程嘛，对吧？周恩来的这个悔过书一直放在主席那个保险柜里，对吧？他就是不拿出来，哎，没事的时候自己拿出来看看，开心开心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个可以看很多文献记录都有啊。好像彭德怀的这个就发到这个县团级，要彻底打倒啊，等等啊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是个手段嘛。那现在电视认罪这个就更加先进了嘛，叫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你下发到这个群众一级嘛，就群众都能看，那就彻底打倒，不是什么中央委员一级，也不是县团级，这是给你发到群众级，就更彻底，就是你这个那上电视认罪的就彻底打倒啊。这人为什么愿意电视认罪呢？哎，这个大家都清楚，这是双方达成一个默契，对吧？我上了电视，我认罪了，我彻底这个洗心革面啊，悔过自新，痛彻心扉，那获得宽大处理嘛。那容许他上电视这个认罪的呢，对吧？他也目的也达到了，你看没搞错吧？这个案子不是冤案啊，我也不是什么以权谋私，也不是什么打击异己，什么不是什么权斗，你看他就是腐败，自己承认了，你看对吧？这个目的就达到了，所以双方配合很默契。那么对这个落马的腐败分子来说，能上电视认罪，那就意味着得到了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啊，本来是死刑的，可能就不死了啊。所以说你看孙立军这个案子调门就降了啊，皆大欢喜，哎，吃瓜群众也有的看，对不对？三赢。第三一点呢，我的感觉呢，就是孙立军你看他这个升迁之路啊，非常这个违反常理，或者就不符合常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毕业之后，他根本就不是体制内的，他是在跟温州的商人做钢材生意啊，钢材贸易，就想赚钱。结果他家里人通过运作把他送到这个啊卫生系统了啊，他通过卫生系统，最后呢，2008年的时候，哎，他进了到了北京，然后呢，他进了公安部，他完全就跟他干的事情是两码事了，对不对？这跨行跨得太厉害，这个群众就不禁要问了，那他怎么能从上海调到北京，而且还跨行呢？就从这个卫生系统或者什么系统就能进公安系统呢？哎，难道公安系统没人了吗？组织部门用人考察是怎么考察呢？什么个标准呢？那我为什么就不能进公安部就当个办公室主任呢？对吧？所以群众就有疑问呢。那你这背后谁提拔他的？对吧？提拔他的人为什么要这么提拔他？为什么不给一个交代呢？对吧？这个提拔是不是有问题的？有没有违反党的纪律、组织纪律、组织原则啊？干部路线？但是呢，我估计啊，提拔他的人也有说辞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哎，你看。”从上海调北京的多了去了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孙立军一个人啊！你掰着指着数，那数着100多个来。那你要说跨行的话，那也不少啊。还有人军装一穿就封个少将，干啥了，对不对？咱这把警服一穿，当个办公室主任又能怎么样嘛？貌似也合理，对不对？哎，也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啊。但是啊，这个提拔孙立军的这个人，他可能不知道啊，对吧？别人那样做，那是叫不拘一格降人才。打破用人制度的条条框框啊，大胆任用新人，
对不对？到你这儿，那就是裙带关系，团团伙伙，你这就叫僭越。这种事情只能别人能干，你干不了，因为别人的官大。你干那叫僭越，那叫裙带关系，破坏组织路线。如果把司令军从卫生部门或者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啊，没有任何公安经历的啊，调到公安部当副主任，如果这种行为不加以这个纠正或者不加以这个批判的话，那以后相当于开了个口子嘛，那别人也都可以这么干嘛。我在银行当个收银员啊，收拾好好的，突然哪天调到派出所当副所长去了，那这个跨度也确实有点大啊。派出所副所长当完之后，可能马上调到卫生系统当卫生局长去了，所以这种也得警惕啊，你也得加以纠正啊，否则这是个不好的榜样啊。第四个啊，就说的这个司令军这个人啊，通过这个电视认罪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对司令军这样的人，你也恨不起来。看完这个电视认罪之后，我感觉司令军啊本人是在讲别人的故事，就是经常有片段，司令军还发出那种诡异的笑，对不对？微笑。心态非常放松啊，没有任何沉痛感啊，那还有那种愧疚感，而且里面还说了一句："你看啊，你们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。"顺便把中纪委啊、国家纪委表扬了一下啊，就像领导表扬下属一样啊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啊，很有意思，感觉司令军打心眼里也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不过啊，吃瓜群众看完了，估计也会觉得，好像司令军也没犯什么大错啊，没干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啊。对吧？你说的那些团团伙伙，哎呀，吃瓜群众好像不太感兴趣，对不对？你团团伙伙啥意思啊？这不都你当官的不都是团团伙伙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？千百年来不都是如此吗？这个啊，你说他腐败收受贿赂，这个当官的这个叫屡见不鲜，所以说吃瓜群众啊，不太感兴趣，也嗨不起来，反而让吃瓜群众啊，产生了一点点这个叫什么怜悯之心，或者叫什么不理解，人民群众啊喜闻乐见的这个什么权色交易，他没说。到底跟哪个女明星啊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些大家都等着看，结果没有啊。或者你把他这个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说一说，也没有啊。就是什么收购小海鲜，30万美金，每次来一个这些东西啊。前面有赵振勇那么多亿的啊，还有和前面还更多贪官上千亿的，那你说你收个30万美金的小海鲜，群众都已经麻木了。你说他是公安部委员，对吧？副部长。他闯个红灯，说咋回事嘛？多大点事儿嘛？拿出来说一说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吃瓜群众啊，想看见的司令军罪恶滔天的那一面，反正没有表现出来。或许他这个纪录片啊，可能就不是放给你吃瓜群众看的，还是下发到县团级这个意思。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不让群众看啊，他电视台一放都看见了，可能是给当官的内部看的啊，群众看不看无所谓，看得明白看不明白也不重要。光聊体系内部能看懂就行，或许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五一点呢，我倒是觉得司令军这个人，你看那个不像那十恶不赦的啊，可能这个人啊，《水浒》看得太多了，而且呢，也有上海人那种精明，看他当官啊，反而不像那很多贪官那种叫非常粗暴，对吧？非常这个吃相很难看。哎，你看那司令军这人给人感觉很会当官，你看叫人尽其才，王立科啊，你没有什么多大用处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贪。你就知道这个搞黑社会，行，你送钱，对吧？我就要你的钱。哎，龚大安，你有专业技术，对不对？他搞技侦，搞什么出身的啊？行，你是人才，我给你钱。你看，他跟宋江是一个路子，一边收钱一边散钱。那个宋江就是这样的嘛。你看，见到这个柴进啊，见到有钱的，哎，人家都送钱给他。哎，他拿着钱，这个像碎银子，拿了钱之后呢，哎，武松来投靠，给武松一点。对吧？走的时候送盘缠，送路费，哎，这个，所以这个宋江的江湖义气啊，然后这个豪杰啊，黑道白道都认识他，都叫他大哥啊，什么及时雨宋江啊，这个叫及时雨啊，司令军，对吧？说明司令军啊，把《水浒》没少看，而且看明白了为官之道啊。我还到现在为止啊，所有上电视认罪的，还有这个叫倒台的、落马的贪官，还没看见说哪个贪官。给下属花钱啊，替他买房子，替他解决问题啊，解决问题有，但是出钱的、送盘缠的，我还没看见。说司令军可能还是电视认罪的第一个人，说明司令军会当官。正因为他会当官，会搞团团伙伙，所以他的危害性才大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关键不是贪，他关键是会收拢人心啊。贪官太多了，坐在台上的有多少个不是贪的？为什么都不倒台呢？因为他蠢，
很多当官的又贪又蠢，所以说呢，危害性不大。而孙立军这种呢，你这个学宋江，那可宋江是反贼呀，这个危害性太大，所以必须拿掉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你看这个，咱们分析啊，我是不是小道消息？咱们是看他电视片、看新华社的这个报道，咱们来分析的，不是啊小道消息，看什么谣言、传谣、造谣，咱们是看这个你正经央视放出来的纪录片，咱们跟着这个来分析的，对吧？大家看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？从侧面说明孙立军这个人很会当官，很会拉拢干部，人尽其才啊。对贪官，那就收你的贿赂啊，对你的有用的、有能力的要重用，而且还送钱，反过来给人家送钱，这个官太会当了。关键的关键啊，人家还有规划啊，15年规划。如果他要不落马的话，那他这个15年规划还是个正能量的，还是个对吧？是一个榜样的，对吧？哎，他现在落马了，所以他这15年规划变成一个罪证。所以总体上说啊，我对孙立军这个案子啊，从央视目前报道来看，从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通稿来看，我觉得孙立军啊，给人感觉啊，不像什么十恶不赦的人，至少对这个对咱们这个吃瓜群众、韭菜来说，他的危害性远远没有王立科的危害性大。你看王立科是保护黑社会嘛，对吧？这黑社会危害的就是咱们这个韭菜啊，就是人民群众啊。你看这个电视上不就那个黑社会把农民的腿都打断了嘛？当然了，这个电视上反正拍的那两个农民啊，反正以我的经验看不太像是农民啊，可能也是另一个帮派的黑社会，黑吃黑。不过不要紧，反正是黑王立科是庇护黑社会了，那么黑社会的那一面他就不是黑社会，他就是农民无辜群众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王立科这种干部，我觉得对社会的危害性，对咱们老百姓危害，远远大于孙立军啊。所以我看完了这个纪录片之后，我更加恨这个王立科，反而对孙立军呢，好像恨不起来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。好，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